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Busybody Linda. Always gotta be checking on everyone, everything, all the time. We should have turned back at the bridge. This is my fault. Yeah.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徐俊，欢迎回到我们的恐怖游戏合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恐怖游戏合集的特别篇，而今天我们将把这个特别篇送给这款游戏，叫做 Dread Out， 中文名叫做小镇惊魂，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出名的一款，算是我不知道是独立还是怎样的恐怖游戏。然后它有点日风，有点就是中国风，不太懂，因为我没有看过别人玩。然后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做过这个实况，最近好像他出了一个新的 DLC， 然后我的朋友就把这个游戏他送给我了。然后通过这个微博的投票，我也发现大家非常想看我玩这款游戏。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所以我们在同一个视频里面把它完结掉，可能会分出个四五批吧，我不太懂，大概两个小时都可以通关。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不要干就是怂， Here we go。这款游戏不知道用手柄啊，用手柄也是可以玩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选择字幕语言，那么这么福利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要选择中文的啦。本故事纯属虚构，所有涉及的人物与事件，即使来源于真实的人，也是虚构。就是那个什么，如有雷同，你也挺倒霉的。宫口吗？他现在让我们打一个这个档案名称啊，这个档案名称，他游戏不叫 Dread Out 吗？那我们就叫这个好了，因为正好今天是情人节，所以我们就叫四月一号好了。亮度调节，上方图案最好若隐若现。OK， 那我们进入到游戏的界面了，然后左上角显示 April Fool， 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玩，然后准备用手柄来玩，所以把鼠标挪走，然后换成手柄，然后我们开启新的游戏。There we go， 这个是一共是三个 Act， 我们来选择第零章好了，空白档。输入弹幕名声，哎呀好烦呀。所以这地方你就需要一个特别有创意、深入人心、引人入胜的名字，比如说这个。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游戏吧。惊了。它是运用了一个长镜头，非常完美的长镜头。游戏已经开始了，不知不觉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主角呢，好像叫做 Linda， 叫琳达，就是 Linda。然后她现在是穿着一个裙子，裙子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屁股的缝隙啊、然后背着一个小红包。她可能是个左撇子，因为一般右撇子她不会在右肩背包的，应该在左肩背包。然后这样可以跑步，这边可以摁 A， 捡到一只手机。哎，好像看到了一个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哦，我们是透过手机来。我的天！太突然了吧！我刚想说透过手机可能看到你看不见的东西。哇，这个马尾妹子可真是了不得呀！可是我不太喜欢，因为她胸太大了。你找到了伊拉的手机，一个电池耐用的结实手机，让任意键继续。我天，这个手机可以当这个一般的手机，如果你开闪光灯的话，掉电掉得特别特别快，真的。我不知道别的手机，反正我 iPhone 是这样的。好的，那我们作为 Linda 呢，我们可以开门。然后刚才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谁跟这个叫伊拉的人，可能是给我们打了个电话。哇，有个人，看来是个好人了吧？这个应该是 NPC。头好疼。难道是鬼吗？这种场景我都觉得肯定不是人。
哎，好像不能走路了耶，画面都变得已经模糊了，好像有什么神秘的力量。这款游戏让你觉得很像灵如鸦之巫女，但是应该是一款独立的恐怖游戏，作为我这样一个胆大的人，不体验一下觉得还是蛮赔的。那么现在我们在黑暗中匍匐前进，看看刚才那个妹子跑到了什么地方。我们这个妹子好像，哎呀，我也不太懂，因为我是习惯左手拿手机，我是右撇子嘛。我不太懂，咱们会，我们来唠点嗑吧，要不然的话，他这个音乐弄得我也很方。这边有两个跷跷板，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跷跷板？有玩过吧？然后这边有，这边什么都没有，很黑，我们可以稍微走得快一点。哦，这样可以把手机收起来，这样可以把手机点出来。啊！放！我的妈呀！哎，你不要这么突然可以吗？我现在都跟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是毫无防备，我没有想到一款恐怖游戏可以在刚上来的五分钟之内给你来两个高能，这游戏有意思呀！我天哪，它就是有一种日式恐惧的感觉，就是悄无声息的不用音乐来吓你，它就是靠这样一只脸来吓唬你，变成了相机模式。难道这个相机可以拍照吗？咦，有只鬼，有只鬼！天哪 ，Get away from me, get away from me！哇，这个相机怎么玩呀？哇，这游戏手柄玩起来的向性不是很好，我们是不是可以给鬼拍拍拍照照照照照？可不可以自拍呢？不可以。Iris film，Iris 就是虹膜的意思。我天哪，好可怕！我要在这个院子里面干嘛？而且我的画面为什么？好像我不会死，对，我不会死，还行，我不会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鬼，我是要给他拍照吗？哪个键是拍照？啊，这样是拍照 ，OK， 来吧。哦，和灵很像啊，和灵很像啊。把这个鬼是不是照死了呀？然后还拿到了一个成就。这个游戏如果有 PS4 版的话，我一定要玩一下，说不定可以拿到不少奖杯呢，呵呵。但是，哎呀，天哪，我还是走吧。这个地方好像是已经解除了警报，看来和灵是很像的。我们用相机来照鬼。但是我们的相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相机，只是一个手机而已。灵里面的相机还是蛮厉害的。我已经忘了这游戏没有地图。然后，哎呀，身为女主角居然没有地图，而且女主角到底是什么来头？她为什么会看到鬼？就是一开始她没有介绍任何的故事背景，直接把你丢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白头鬼放在你面前，这边是个蓝色的光圈。这个游戏就是对这个光圈它是有一些解释的，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说出现了蓝色，说明这附近有什么可收集的东西啊！但是我完全不想收集，我只想通关。真的，这个女鬼出现的也是毫无声息啊！这门一看就有什么蹊跷，门里边是，我可以走进去吗？走不进去，有点像是很多荆棘布在这里。那没办法了，只能走这个门了。女人的直觉感觉这个门是可以走，算了，走这边吧。咦？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面开了一条路出来，很奇特，很奇特。这里面该不会撞鬼吧？我都不敢走路了。而且这个女鬼给我们女主角有多大的仇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这边是什么呀？这个门貌似是可以打开的，好像有蝙蝠。对对对，这回我没有认错，这绝对是蝙蝠。还行还行，这个蝙蝠打不到我的。这边有个柜子，里面肯定有好东西。啊，这个游戏的柜子应该是打不开的吧？打不开。天哪！难道我要照这个蝙蝠吗？好像在我们的右边。哇，居然照到了！现在我是一脸懵逼，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干什么。这个门进来拍了一只，应该是个收集要素吧？估计暂且就这么估计吧。他那在一开始呢，这款恐怖游戏他没有给我们做任何的故事介绍，全靠猜，输出全靠吼。哎，有个人，快！零的话，这个地方应该照一下他。哎，他走了，里面肯定有坑，肯定有坑。这个是女人的直觉。话说我这个相机可以随便拍吗？想拍多少就拍多少吗？我们去看一下吧，反正这边有个人，这边还有个房间呢，要不要进去打扰一下？打不开，往这边走一下。刚才那个女人往这边走了，女人你有种你出来呀。嗯，好像什么都没有。这边好像是一个比较，里面有一个悬挂的娃娃，有点像那个什么塔罗牌里面的倒悬者，肯定有什么蹊跷，居然没有。这个娃娃会怎样？摸一下。摸不了，看起来挺奇特的，有点像一只小老虎、小猫。我该不会一转头给我来个转头杀吧？不会。难道我要拍吗？我现在比较在意的是谁把凳子给他踢倒了。不管了，离开这里，离开这个鬼地方。哎，你怎么又出现了？
来，我们来个亲密接触。你是谁呀？我们可以碰到他了。Follow me, Linda。这个伊拉是一开始那个伊拉吗？跟我来。我们拿手机照着他的胸，我们在干嘛？跟他走是吗？可能这个伊拉是我们 Linda 的好朋友，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俩已经人鬼相隔了。我现在感觉他让我跟着他走到这边，对吧？姐姐，你不要坑我呀、啊！我还是很相信你的，真的。这边有一台破车，有人在这边开车结果翻车了吗？其实这游戏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就很有灵的风格，但是肯定故事线上就是没有灵那么，就是深刻吧。我刚才想讲一个词叫逼格高，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灵的话，它涉及到了很多很多东西，里面有个可以拿的吗？道具 ？No, I can't pick it up。这边好像是。不知道是什么建筑，有点像是二楼。走到了尽头，这边还有一些房间可以走。有一只小猫。哎，这只黑猫没有什么事情哎，它不会咬我吧？不会。它也不让我走过去，让我过去。我们进这个门看一看吧。这是画的是什么呀？这有点像陈道明。这边有一只床，一人的房间嘛。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调查，那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离开了。刚才 Linda 让我去哪里啊？难道是进这里吗？这个房间我又打不开，它又不像灵那样可以照出。哎呀，我不要总提这个游戏了，因为大家比较忌讳的都是互相对比游戏。我刚才好像是从那里上楼的，所以现在我应该在二楼看一下。刚才我们的女朋友这个伊拉吧，到底去哪里了？这边有一个房间，她在这里。啊、这是角落里面害怕。啊！别这么过来，别这么过来、啊。再来。啊！又死！啊！头好疼！又死！要打！我靠！这游戏居然会死人的！而且我们解锁了一个成就 ，Are we dead yet？ 我们死了吗？这有点像是天使的翅膀。妹子站了起来，你已经游玩很久一段时间了，可以考虑休息一会儿了。妈的！闭嘴！这话由不得你来说。好的，我们现在又把我们复活了，真的是瞬间复活呀！这游戏其实不会死的，毕竟我们女主角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完全不懂这个伊拉和女主角到底有多大的仇呀！这游戏我实况不下去了，不知道该讲什么。他一开始没有跟我们进行任何的介绍，是个厕所。为什么这地方是这样的槽呢？好像什么也照不出来。我一看到厕所，我就想到了尸体派对。我记得当年玩尸体派对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台词特别屌，说什么吓得尿裤子，结果真的尿了。这边应该是可以下楼了吧？刚才那个头发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就可以下去了，好完美！我们就这样拜访了。有人在哭，哎，姐姐你怎么在这里哭啊？妹妹，按一下 A。这是要干啥？ I can't leave this place. 然后呢？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get out of this place. 那我们就走了，拜拜，再见。You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Take this key and leave. Now. 啊！我靠，要变了，变！对，要打！别！我不能收起我的相机。我拿到了神秘的钥匙，来自伊拉的钥匙。好像我碰不到他的样子，他可能是被这个房子给束缚、禁锢住了。现在终于得到一把钥匙，我可以走了。天哪，看来这个房子就是他的主战场，这个女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吧，这个伊拉为什么变成了鬼。来，关门关上，再见，等于我来过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呸，走错了，不是这里。怎么能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怎么进来的我都不记得了。这个是刚才他在的房间吧？你还在这里哭泣吗？还在这里哭泣。我天，你们可以仔细听远方有女子的哭泣声。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目的，就是说伊拉给我的钥匙引领着我去某个地方。我去某个地方，去哪里呢？我靠，这女人哭泣的声音简直让人不好了，整个人都不好了。这边好多好多女人哭泣的声音，看来我走的是正确的道路，否则不能有这么多人哭。你们听这个声音有点像是在人声一样，两个跷跷板。这个公园我来过，看来是这个方向没有错了。
来，等待我的到底是什么？怎么画面都红了呢？难道身后有鬼？在哪里？走过你的呢？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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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笑啊，这样我很方的。啊！不见了！啊！好像我没事。我靠，这就是传说中的开门杀，我终于体验到了一次。这个房间里面肯定有什么蹊跷，这个是窗帘吗？为什么这个房子里面都掉了好多好多荆棘下来？这种老式的原子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边有，这为什么枕头上面都有一个圆柱形的东西？啊！你妈，在哪里？你别这样，你快出来！这个有红色的，说明它就在我附近，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你在什么地方？你得告诉我呀！我拍一下，我再拍一下。我都不信拍不到你了，尼玛！哎，这个人还会啊！要死！我真的超烦这种女人，用脸来吓人的女人。哎，照死你！再来一张。我靠，跑到哪里去了？好像在这边吧。我们转一转圈就能找到他。好的，又是你。好像还得再照一次。来吧，我们来个近距离爱的接触。还没死？哇，这个女鬼有毒！你不会死吧？啊！讨厌，这个是吓人的方式真漏，还不死，给我跪下！啊，好难呀，这个游戏。他抱着肚子过来了，死了吧？貌似是已经解除危机了，要照四下才行。哎，就不能给我一个厉害一点的手机吗？天哪！咱们继续来探索这个房间吧。刚才是走到这里碰到了女鬼，里面其实只有一张床而已。这个女人真好烦，真的好烦。不知不觉就这样吓了我们一遭，其实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难道又是什么神秘的朋友？我不是很懂这个游戏它到底在讲述什么。是说我们，它中文名叫小镇惊魂，因为咱们就是很多很多非官方的翻译吧，它就是在标题上就已经剧透了这个游戏，所以说这个小镇肯定是惊魂的。这里边有个女鬼被我干掉了，那我接下来往这边走吧。刚才是想过来又没有过来，这边走不过去。你们还记得刚才这个屋子里面还有一个上吊的小熊？你还在这儿哭？你都不告诉我该去哪里，你还在这里哭？难道这个钥匙是开车的吗？不会吧？难道是这个门？什么？还真的是这个门？这是他钥匙领导我去的方向。我刚才为什么要跟那个老太太打仗？好亮啊！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墓地。天哪，可怕，可怕！这个演出我还是给点一下赞的，真的。突然就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墓地里来，走吧，不管有多少妖魔鬼怪，我可是不会惧怕的。我今天来就是来干你们的，你们知道吗？来呀！哇靠，这地方怎么全是墓呀？我天哪，刚才那个房子是咋回事啊？谁会睡在这旁边啊？听说其实墓地旁边的房子风水还是蛮不错的。看来穿过这些墓碑，我们就可以走到我们要走的地。What the fuck is this thing？ 前面那是啥东西啊？有点像是一个孕妇手里面抱着一个孩子，另外一只手闲得出来。我们穿越了层层墓地，准备和这个孕妇来对峙。来吧，难道你是 boss 吗？谁派你过来的？我要跟他激情对战。哎，变成了蓝色。咦，难道是我应该把蜡烛给他照燃吗？给这个派一张，我们三个蜡烛给你分别派一张。然后呢，难道这个路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吗？还是说前面给我开了一条路啊？哇，这个女人好烦呀！我拍你这些蜡烛到底有什么意义吗？现在我们往回走看一看吧。这地方我算是卡关了，完全不知道拍这个照片有什么意义。往回走一走看一看吧，说不定能看到什么东西。而且我完全不懂的一点是，我们现在玩的是 X， 哎，为什么我换成相机模式？难道要撞鬼了吗？应该不会吧？我脸这么白，怎么可能说撞鬼就撞鬼呢？呵呵。你这种雕虫，这个什么雕虫小技，也就是骗一骗那些胆子小的人，像我这种胆大包天的人。我们可以看下来，有很多很多墓碑，我们要尊重死者，不能在这个墓地的地方乱说话，不能胡说八道。来，前面有很亮很亮的蜡烛在里面点，咦，画面怎么变红了？好像有鬼在附近。啊！我操！这个说来就来，好突然啊！刚才我可没有看到你啊，有点像是寂静岭里面那个镰刀护士，快点跑！这游戏看来是我们要采取这个迂回战术，跑一跑照一照。我跟你讲，我特别牛逼，
哦，只有在画面有干扰的时候照它才有效果，所以我们离得稍微近一点。来吧，来吧，来呀！好好，又照了一下。来吧，不怕你。啊！爸爸，救命啊！救命啊！啊！这边还有，这边还有。我靠，摔倒了！我居然可以摔倒的。呀哒，不要死，不要死！一个蛋，居然有两个。一开始哪有这么多呀？难道往前走还有更多吗？就得就得救命！我们来个，能不能给我换个好一点的相机啊？这根本打不死，好吧？这要照到哪年去啊？天哪！惊了，惊了，要死要死！好好好，快点跑快点跑！不要被他打到，不要被他打到！可这个路实在是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哇 ！Get away from get away from me, fuck you, bitch！讨厌，你这是不绅士的行为，你知道吗？怎么能对一个女士做这种事情呢？在如此昏暗的地方，哇，疼死！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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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们的女主角最终还是挺不过的，完了，死了，死因都是因为我轻敌。你不要走一路就摔一跤啊！有没有作为女主的自我修养啊 ？Fuck！ 这把我是有备而来的，绝不会输给你这个女人的。只要我熟悉这附近的地形，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What the fuck！ Get away from me！好突然啊！你们俩怎么还在这里？哇！能不能死啊？死了一个，死了一个，死了一个！天哪，只剩一个了，只剩一个了！好好好，又打了一下，又打了一下！快快快！看不到地面，看不到地面，但是我们只要跟他拉开距离，像这种级别的鬼，跟你们讲都是套路，仅仅是套路而已啊！哎，他是不是死了呀？哇，这个垃圾居然死了！天哪！耶，邪不胜正，我们又赢了！现在该去哪里呢？我是不是应该回到那个雕像的下边呢？按照这个套路的话，我跟你们讲，恐怖游戏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套路。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在讲什么，他没有给我们做任何的介绍。哎，三个蜡烛都已经亮了，刚才是不是说明我们打死了一个鬼？有两个鬼并没有亮的。拍一下，再来一下，还是说三个蜡烛一起拍，同时把他们都浇灭？哦，可以了。啊！那我跟你打，对，这眼睛。哎，那么到此为止，我们的序章就全部完成了。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个视频的话，请不忘点一到两枚硬币，或者点个收藏，点个赞吧，我非常感激的。不管是充电还是零食店，都感谢你的支持。我会持续更新这个视频的。如果想知道故事后续的话，请前往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或者第五批吧。废话不多说，下批再见喽，拜拜。